Hello， 大家好，大师。好，我们在这个丐帮的洞庭湖有两个支线哈。世上聪明人本来是有的。铺路狂甜面男。当然能欺负小姑娘，不要脸。帮啊！打架喽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了。把这边快转好了。正好是挡住两个被清，还没有事。我脸又不知被谁拐卖了。世上聪明人，继续搭讪。大爷，大爷六十，不用，不跟我细说，哦。这么讨厌，亏我刚才还帮你。这是黄豆，还以为他要改过自新呢，人就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哦，你这群废物！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我现在超强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大侠的绝招！
而且我要帮他两三次哎，哦。看招！狮王走马，举之入瓮。嗯，好。黄路别跑，不然都放火烧你的船。老子要是不跑，命都没了。等老子去扶桑帮救兵吧。走着瞧。啊，后悔了。青楼酒楼，这个结束了吗？后悔拜吧。哦，就这样结束了。好了，那我这集就到这边吧。